事啦，也是我的幸运，是我的软件，无都让我的阿爹唔忙，乖老人家日日受父母的折磨，最近我心肝内真艰苦，我已经甘愿放弃着我的前程，我不爱读书，出来要找工课赚钱，唔忙会当维持三顿的生活，多余的金钱才来请先生医好阿爹的病情，但是。人讲有钱上要紧，若无金钱，
我听啊，老汉，500万的，少年的时阵红帽结发，有了金钱，四界打拼做生意啊，趁钱照即马的100万富翁啊，住伫黄家街，阮某也有生了2个查某囝，大汉的叫雪梅，细的叫雪清啊。不过阮某吼身体无好，已经早早去世。两个查某囝细汉，我也偷偷甲伊带，带到即马人权汉大咯。俗语人伫讲啊，有财就无丁啦。阮某无甲细后生，两个查某囝嘛真有效呢。我是讲吼，后尾带后车，我想讲阮孙妹大汉要改嫁。啊，今早爬起来无看两个查囝，请安等候。早早，阿姊，阿清你来了。对啊，你们来今天要来叫请安呀？这是我唔对，啊，咱无同齐礼拜咯。哦，咱同齐礼拜去。是。阿姐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查囝来啊！我来了。系啊。啊，恁两个姊妹哦。穿甲水当当，啊！你来静听甲我听啊！对啊，这身躯就是安尼的啊！是哦。啊，你即摆是咧做啥？细汉的时阵哦，恁老母就无去啊。啊，爸哦，安尼带上伊啊。袂带母，啊，甲哦，甲恁两个徛用难关汉大，有教你强火车是。啊哦，啥物工课拢爱做，你有做啊无啊？阿爹啊，你可以请放放心。虽然身边是个主要，也唔过我尊重阿爹的愿望。但阮姊妹真认真，每日都是贴火车时。我知影，你哦做工课拢真认真啦。啊，我叫你教你什么，你什么有学啊无啊？有啊，人伊哪有听我的话啊？真正头前印一句，后边唔来什么款的。哎呀，阿姊，你唔知阿爹，你嘛唔得了解我。你有查我做事较快哟。哎，逐天都贴火车时，你去怎么堵路，拢是我老费灯啦，老费老弟安尼，我无爱啦。好啦，阿爸是讲哦，知影人爱伫房间，较莫出门安尼哦。阿爸，阿无出门个做拄骨架啊呢？啊，我这外向个人，一讲房间，房间底哪会用个袂动个啦？我知影啦，昨昏也是大汉，我是爱出门去，爱去老老细细细，对啦。啊，你需要物件，你拢会去买啦。当然啦。那恁姐姐哦，就较巧。做面单，我想要甲伊嫁安尼。你要跟我招呼配婿？是啊，人大当我二大当家，一切当然是阿爹拍算。好好做好囡仔，无呢，本来是为求出名，无必要出名。对啊，啊，你拢有甲我看对象啊？有啊，我甲你看好啊。看好对象，你嘛甲查某囝通报下，对方什么身份？对方啊，就是隔壁村的保家伯啊。隔壁村的保家伯。年纪多少？年纪85岁。啊！就阿爹你5岁？是啊。哎呦，咁要让我做老爸，咱上不下来分干。小命命，俺们都世间无。不是啊，我意思是讲，老家
哦，阿伯，阿死人幸福一世人。阿爹啊，咱都已经真有钱了，你贪到迄个宝姐伯也有钱有势，啊，你特别将这个囝嫁予伊，我无爱啦，你爱知影呢？查某囡仔婚姻自己把握，自己选择。你到真正老，讲话都未到去，性情也未当下。阿爹啊，你甲退掉，我无爱嫁。妹仔，阿爸甲你拍算，这个婚姻你无爱。我无爱。阿爹，我知影。你知影？今仔少年查囡仔，迄思想甲阿爸无同。那你想咧，要嫁到一种的？我想，我唔免紧有钱，嘛免紧有势，我只要就是烟头的少年家。金钱确实是无路用，阿爹啊，我爱嫁的人是好品行，好品行。怎么嫁是咱遮端正？你莫将我来牺牲，我若唔招，甲唔嫁，我若要嫁嘛？要嫁，嫁什么种的？烟头的少年家。烟头少年家。查囝大汉的思想甲阿爸无同，伊要嫁烟头少年家。啊，若辛苦无钱，啊，看下迄散钱的哪过过。嘿，安尼这门亲事我接袂啊，我讲答应啊，即嘛要安怎？哎，爱哥，阿青诶，喂，阿爸才袂记你啊。啊，你甲我计占掉啊？唔是啦，阿爸袂记讲哦，我阁有一个查囝乖卡，阁细做遐水。大家嘛知影讲我这查囝真乖。对啊，对啊，啊真乖。你嫁伊嫁阮阿姊也着无爱啊！莫讲啥，阮阿姊你看伊足单纯着。较早你若讲啥，毋爱咧甲你应嘴个，拢是我咧甲你夹夹叫。今仔日你看卖啊，阿姊听到你要嫁宝姐伯啊，哎呦，你话知影找着，咱逐日嘛要嫁迄少年家，那阮阿姊也伫咧讲嘛有影咧，好嘢送拢无得比，爱着阮着较惨死。哎，少年家少。